那我们这一桌的东西，我们怎么来分类呢？怎么去处理它呢？下来我们就一一介绍一下。这个盒子我会就是重新利用起来，把它当收纳。这个就是要捐掉，这个就是垃圾，垃圾放在这里的。这是办手机的时候赠的车上的充电器，还有无线耳机，挂到网上看看有没有人需要，可以 free pick up。然后这个是过期的那个，扔掉。这是整理出来两个空盒子，扔掉。这些就是大头，全是茶，但是都是没有拆封的茶，所以我准备送给加拿大朋友，或者是比较热爱喝茶的人。因为我老公是山东人，所以他的朋友，山东人你知道吗？就是进门二话不说先去倒茶的那种，所以准备找一些山东朋友送他。然后这个呢，这个是亚马逊，不知道为什么他就是给我寄了一个 free sample， 插在一个屋子里，把精油倒里边就可以让这个屋子比较香。但是我觉得我好像也不是那么讲究，也不用，那就送给有需要的人吧。哥哥用了两年了，就是已经有味道了，食物盛在里边它会有味道。虽然它就是放在桌子上可能会粘住，然后就不是很好，就是不会特别容易移动，但是呢我现在都是给他用这个直接把食物放在上面，所以也没有什么问题。这个所以要扔掉吧，别人也不会用。这个是一个研磨碗，特别有用，就是尤其是孩子刚开始吃辅食的时候，你给他热上地瓜呀，蒸上什么南瓜呀，然后这个一碾就成泥儿了。这个不过我们也不需要了。然后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好用的东西，如果就是出门去朋友家做客，去朋友家做客呢，你又不想带着瓶瓶罐罐的，那你就把米糊和水给它配好，配好浓稠度之后就把它放到包里就行了，它这有个盖不会露出来。然后到朋友家呢再稍微那什么一点，或者是你只带干的米糊出去，到朋友家自己兑水，然后这样一打开，你看它这儿也是有一个往外流的小孔的，这样你就一挤一挤，那米糊就到勺子上了。配好之后就这样一口喂它，一口喂它，就非常方便。但是我们也不需要了，就是也是把它挂到网上看有谁需要。这个碗当时就是逛宜家的时候少女心泛起，买了一套，还有杯子和盘子，杯子和盘子是忘了哪个是被我已经打碎了，但是这个碗呢我就一直还留着它。现在我觉得这个碗呢跟我们家其他的碗也不太搭了。然后这三个奶瓶呢，就是当时买的时候，因为我是母乳到纯母乳到六个月之后呢，想给他们添奶粉来着，后来其实奶还特别足，所以也没有弄冲奶粉，所以即使我已经养了两个孩子了，但是我还是不会冲奶粉的，我从来没有冲过奶粉。这个后来就给他们当喝那个全脂奶粉，全脂牛奶喝，然后我还特地把口剪大了，然后他们就喝的时候比较容易的。但是呢，这个东西就是，他们喝的时候吧，然后会甩得满地都是，有的时候还不如用杯子给他们热的牛奶，用吸管，就是他们喝水的那种吸管，水杯里边拧下来一个吸管，然后给他们直接喝。大家刚才看，其实我是有买宜家的那种塑料的吸管，当时是大概四年前吧，就是第一次逛宜家，觉得什么都想买，就买来了。但是现在就觉得很后悔，因为就是吸管那种一次性的这种东西非常不环保，但是呢，买来了就也不能扔呀，就放里边了。把它用完了之后就不会再买了。但是这三个奶瓶呢还是要扔，所以以后购物的时候再想想这个东西可不可以 recycle， 或者是对环境有没有特别大的影响之类的。反正这些东西我也不会再买了。这两个手机是一个杜正月的，一个我的，两个屏幕都破了，都碎了，而且这已经是换过屏之后的屏幕又碎了。然后我们两个现在都已经更新了手机了，所以这两个手机就准备挂在网上，看看有没有人买二手的。因为就是加拿大手机运营商，他会搞活动的时候让你去拿着手机 trade in， 就是你的手机可以在你办卡的时候，或者是买新产品的时候，它可以当现金来用。目前我们这两个好像是 iPhone 7吧，有朋友说 trade in 的时候有可能能 trade in 到80刀或者100刀，我也不知道，反正就挂网上看有 trade in 的朋友需要的话就拿去用就行了。它这个其实是装奶粉的，就是方便你带出带奶粉，但是我把它当做零食罐，你看，因为这是这样子，然后里边是这种三个格的。但是现在我们出去带零食，零食的container还是挺多的，这两个也不是很需要。
这个是宜家买的一个小水杯，好像才2磅还是3磅，但是特别便宜，但是呢特别好用。哥哥和弟弟他们的第一口水都是用这个水杯喝的，就是特别好拿，你看特别好拿，而且你里边有多少水能看得清清楚楚的，这个口也不是很大也不是很小的，我觉得就是非常，他们喝第一口水的时候就是特别的顺利。这个水杯唯一的缺点就是它这个口呢，你装上水之后，他们有的时候小孩子嘛，拿着水杯到处晃呀晃呀晃呀，你就这样，他们一晃的时候，那水就哗，就是不是那种防漏的。但是平时你不让他拿着到处走，就是喝水的时候让他喝一下，就特别好用。我觉得2-3磅就是非常值了已经。但是呢，现在也不需要了，可以放在这儿。不过水杯是不是应该就是已经弄成这样了，是不是可以扔了呢？对吧？别人用起来也应该会不舒服，所以扔了它还是。然后大家看一下这个滤水壶，看看加拿大的水有多硬。我们家没有装那个 water softener， 所以水垢很多。这个是我们买这个饮水机，这个饮水机买饮水机之前放在台子上的。这个还有这个烧水壶，就是这两个大家伙放在台子上，你又不能把它收起来，对吧？你收在橱子里，每次你去滤水也好，还是去烧水也好，你都得再拿出来，就很不方便。但是放在台子上呢，就会觉得特别乱，尤其是你像这个，它就是有水垢呀什么的，看着就很脏呀，不舒服。反正最后我还是决定买一个饮水机了。我其实买任何大件的时候，我都会深思熟虑，到底我需不需要。其实饮水机我也考虑了半年，然后最后决定，买。买了之后真的没有后悔，就是喝水什么的很方便，虽然去 Costco 还得扛水。为什么没买了饮水机就立马扔呢？是因为我想，万一饮水机不好用，我们还得用回这个东西了，或者是买了饮水机之后是不是在其他地方还会用这些东西呢？所以我就把它放着考量了一段时间，过了2个月了吧，应该是没有什么能用到，所以也把它挂到网上。这个滤芯呢，里边是有8个，我们刚用了1个，所以这个也是放到这儿跟它一起处理。好，我们挪一挪，挪到这半部分，剩下的这个是一个冰激凌的那个碗子，但是我不觉得我们需要一个冰激凌的碗子，因为我们现在很少吃那种桶装的冰激凌，就算是吃的话，我们会用普通的勺子来代替它，所以这个还质量还挺好的，所以也把它挂到网上。这些勺子呢，有的已经磨损了，有的已经不需要了。这勺子其实挺好，就刚才有位主持人说它是变色的，就是如果米糊太烫的话，一摆的话它就这里就会变成白色，这样你就知道太烫不适合往孩子嘴里放。当然这个用处也不是很大，因为你任何一口米糊在孩子往孩子嘴里放之前，你一定要用手也好或者哪也好，就是你要确保它不是很烫，而不是用勺子来判断，对吧？所以这些也不要了。这个是一个我们这边足球队 football 的 Rough Rider 做指甲的，这个忘了是哪儿赠的了。但是我一个朋友是 Rough Rider 的粉丝，所以准备送给他。这个就是从国内买的，就是粘在厨子上，防止小孩子就是拿把厨子打开，然后拿一些危险的东西。但是我发现其实你一直都是看着他的，他也不会拿什么危险的东西。而且这个一旦粘上之后特别难取下来，所以我直接扔了得了。这个水杯我还在犹豫，因为它实在是太可爱了。如果我要是再回国的话，其实还是可以放在包里，然后坐高铁的时候啊什么的可以用它来喝水。已经快3年没有回国了，所以这个还是挂网上吧。这两瓶橄榄油呢是去年圣诞节的时候买的，当时我说那我们试试橄榄油吧，这是一共是4个，结果回来之后一拌凉菜发现它是带口味的那种橄榄油，但是这个味道我是觉得跟中国菜不是很搭，所以准备也是送给我那对加拿大朋友。最后剩下的就是这两个包装盒，这个就是 Black Friday 的时候我新签的一个 iPhone XR 的包装盒，这也是我也是 Black Friday 买的 MacBook， 就是为了剪视频买的 MacBook 13英寸的 Pro。这两个盒子呢，我可能会放到我的 office room 里边放起来。这个就是我厨房的断舍离。其实我之前已经断舍离过一次了，
不止一次了，因为我每隔一段时间就是空下来闲下来之后，我就可能会觉得这段时间厨房好像又有点东西需要，有点多余，有点多余了，就是看它不顺眼了。这次呢有两个地方是没有动。大家看我老友记没有，就是那个 Monica 她有一个 room， 其他人都不能进，而且是常年上锁的，她就是有整理癖。然后有一次就是大家都非常 curious， 说那个 room 里面放的是什么呢，就开始脑洞打开，就说哎会不会放了一个尸体啊之类的。然后有一天他们就把那个锁给弄开了，弄开之后发现里面放的全是 Monica 不能分类的一些杂物，所以他不允许他不能分类的东西出现在他的视野里，所以他有专门一个小 storage 去放那些东西。其实我也相当于有这么一个杂物室了，这个杂物室其实我偶尔也整理，但是今天就没有整理，就是第一层这儿就会放我很多近一段时间会用到的一些小东西，我隔一段时间会专门收拾一下这儿，然后今天我们就不碰这儿了。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地方，各种吃的呀什么的调料呀，哦对，还有这个调料，因为我们家我不经常做饭，我只会做肉类，仅仅能涉及到虾仁和鸡蛋，其他的什么排骨呀、牛肉呀、猪羊肉啊、鱼肉啊，全都不会做，所以像这些带味儿的东西呢，都是我老公在用，就是他在做，我只会炒一些青菜，所以调料我都认不全，更别说给他扔了。所以那两个厨子呢，就是我不会动的，因为我不知道扔哪些。基本上厨房的断舍离就是这样了吧。如果大家喜欢的话，可以找一个空闲的时间，也给自己厨房来一次断舍离，因为你会发现之后，把这些东西扔了之后或者处理了之后，厨房真的清洁很多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家台面就是永远都是这种，只有一个面包机，还有一组刀，还有一个 diffuser。 如果大家喜欢这样的视频，那接下来我还会拍我的那个衣橱，还有卧室卫生间一个断舍离。因为断舍离就是一种生活状态嘛，所以它就是会，你只要生活，然后它就会，你就会一直断舍离，一直断舍离。然后在断舍离的过程中呢，你在买东西的时候就特别会思考哪些东西是我真正的需要买的，哪些东西是，我可以不买的，从现在开始可以不买的。你只要一买这个东西，你想到，哇，这个东西我又不需要它，它会占我的空间，那我还得费心思去断舍离，我为什么要买它呢？还要花钱，对不对？所以断舍离就让我们真的是生活变得简单，而且省钱。如果大家感兴趣，可以订阅我的频道，谢谢大家，那我们下期再见。